50岁以上的夫妻生活需要记住这四个步。第一呢，不过分着急，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。一场愉悦的体验需要双方适应正确的节奏，追求心理上以及生理上的双重快乐。第二，不强求，不应该对伴侣或者是对自己有过分的强求，应该是在尊重对方的意愿，尊重自身身体素质和条件的情况下进行。第三，不故意勉强中断，在过程当中呢，故意勉强中断会导致双方不尽兴、不愉快等情况发生。第四，不注重自己身上的味道，这一点是男人特别容易忽视，女人呢又特别在意的，就是男人身上的汗味了。我建议男人们的运动前呢，都会用这一款古龙香水皂，你呢可以用它来洗头、洗脸、洗澡都是可以的，成分温和，洗完澡全身清爽不紧绷，而且呢它还会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古龙香味儿啊，而且这个香味呢可以让你的感情迅速升温呢，你刚靠近一点点它就已经闻到你身上的香味了，你说哪个女人能够抗拒得了呢？现在呀，厂家也在做活动，我觉得呢每个男生至少要备上个4-5块吧，左下角赶紧去抢吧。